这面是放下山治疗，爹地也是你的亲戚朋友，要开始放下山治疗进程。阮希望会当透过这个影片，互你了解到什么是放下山治疗，以及要安怎在疗程中，互家己较轻松来面对伊。放下山治疗，俗称放疗，也是电疗，因为台语的 X 光念起来真亲像电工，嘛就是运用。大约是诊断用的电光能量的扫把，或者是扫尘波放射线来破坏癌细胞，防止癌细胞的生长和分裂。治疗的时阵，会将放射线集中攻击癌细胞，以避免伤害到正常的细胞。先怎要做放射线治疗呢？放射线治疗跟手术治疗同款，是属于局部的治疗。也当照着精准的定位方式单独使用，或者是配合化学治疗，也是手术的方式来治疗癌症，也是讲缓解癌症的进展以及减轻不爽快感觉。放射线治疗的种类有真侪种，主要分作两大类，照放射线来源的位置分作体外关节放射线治疗以及体内间接放射线治疗。两款有无同的所在。体外关节放射线治疗是借着放射线治疗机器，由体外将放射线穿过体表，集中照伫癌症的部位，将癌细胞杀死的一种方法。体外关节放射线治疗较光速的种类，又阁分作下面三种。目前上普遍使用的放射线治疗机器。是直线加速器，这种仪器也本身并无辐射性，伊是以高电压加速电阻动能，再个转换成放射线能量方式来放出光子射线。另外一种是质子治疗，伊是以回旋加速器，或者是同步加速器，产生穿透能量比光子射线较悬的质子射线。伊主要优点。是伫个伊穿越的路径，只会释放出真少量的能量。伫个到要治疗的深度的时阵，才会释出大量的能量。安尼会当降低正常组织所接受的剂量，所以会当减少副作用，适合用伫个治疗身体深部的肿瘤。也佫有一种是重组治疗。重组是比质子较重的粒子的总称，是将碳元素、氖元素这些带电的粒子，用加速器加速形成重粒子放射线射速。伊的效果甲质子治疗同款，会当穿透，未去伤到正常的组织，破坏癌细胞。不过，因为重粒子质量较大。所以有人认为伊破坏效果可能更加强。另外，体外关节放射线治疗，若是以定位使用的技术以及仪器来看，又可以当分作五种。一种是三度空间顺行放射治疗技术，伊使用传统的直线加速器，但是运用三度空间的治疗角度照射技术，正确掌握肿瘤目标。会当减少附近正常组织的伤害。第二种是四度空间放射治疗技术，伊是伫个三度空间顺行放射治疗技术上，佮加装呼吸调控装置，佮引导到佮穿开同款的所在，才佮做放射线治疗。一般是用伫个治疗会因为穿开造成肿瘤刷叮当的器官部位。譬如肺癌、肝癌、乙状癌症。第三种是强度调控式放射治疗技术 （IMRT）， 同款运用三度空间照射，但过伫每一个照射当中调整出无同款强度的剂量，将高剂量集中伫肿瘤，来减少正常器官的照射。第四种叫做影像投影放射治疗技术。IGRT 是表示利用放射治疗机器本身内建，或者是外界的影像投影装置，
参像电工或是电脑断层。在每一次治疗进程，先看影像来确认治疗的位置是不是有正确，可以提高很多放射线治疗的准确性和治疗品质。另外还有一种较新的是动态O型影像投影放射治疗技术，它是结合强度调控以及影像导航放射治疗技术，并且采用动态O型的方式来调整照影，让放射的质量可以更精准集中照射肿瘤的部位。在转动治疗机头的时候，导演也准地仪会对着病人治疗范围来改变，降低因为病人刷叮当所产生的不准确性，会当增加肿瘤控制率和降低副作用。跟 IMRT 比起来，这种方式的治疗时间会更加短。市面上有无同款的机器，所以有无同款的名称，亲像瑞索刀、动态O型刀剑，亲像螺旋刀，运用的原理也是同款。它的设备参照电脑断层治疗机，治疗的时候将病人慢慢送入电脑断层机头里面，再个用360度放出放射线来进行强度调控放射治疗。它的特色是无角度的限制，而且利用治疗层送入机头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可以治疗较大的范围或者是很多所在的肿瘤，也可以当在每一次治疗进程进行电脑断层扫描，让治疗的所在更加正确。在你开始做放射线治疗的时阵，会有一挂专业人员来协助你。每一个人负责的工作无同，以下就来介绍放射线治疗的各专业人员。首先是放射肿瘤科医师，伊负责你的门诊诊疗，并且照你的状况来决定治疗的疗程。再来是放射肿瘤科放射师，伊负责执行医师的治疗方针，对定位到每一次照射拢是由放射师来执行以及记录你的治疗。另外每一次就诊或者是治疗时阵，也都有放射肿瘤科护理人员来协助你，他们会教你治疗中应该要注意的事项，也有副作用的处理方法。了解专业团队的人员了后，接下来要让你了解体外远隔放射线治疗的治疗流程。一般流程包括第一，治疗前评估；第二，模拟摄影定位以及标示照影；第三，电脑治疗计划设计；第四，开始放射线治疗；第五，治疗中的病况评估。一开始，在治疗进程，你的放射肿瘤科医师会对你的病情做相关的影像检查和分析，选择以及解释最适合的放射线治疗。然后医生会先照检查结果和专业判断，开出要给你的治疗剂量。接下来根据治疗计划或是医生的规划，你会去模拟摄影室进行治疗区域的定位和标示照影，先用电工机或是电脑断层机定出治疗照射的范围，一般需要大约半点钟到两点钟不一定。再来用非水溶性的笔在治疗的照射范围做标示，为了确定每一次治疗的时阵，病人所到的位置跟治疗计划中是同款的，需要制作固定的模具。若是要照射头部或是颈部，就会制作头枕和面具。面的固定模具是一种特殊的塑胶材质，放在大约70度的烧水会变软，这个放在病人的面顶，冷却了后就是病人个人专用的固定模具。
其他身体部位就要看需要来制作。由聚乙烯波璃溶球所做成的真空固定灯，来达到固定病人身体姿势目的。这个由医学物理师照肿瘤的大小和侵犯的范围，将有可能的治疗角度，并且设定伊的治疗条件，输入电脑。由电脑计算出治疗所用的照影以及所谓合理的剂量。医学物理师这个针对包括要合理的剂量、等剂量曲线之类的做修正和微调。等确定照影了后，就会开始治疗。放射线治疗一般采取局部的分次治疗方式，也就是说伊的治疗方式是每天一摆。每礼拜五摆，为期数礼拜治疗。每一摆真正的治疗时间只有几分钟尔。开始治疗之前，技术师会先跟你约好一个固定的时间。你只要扎健保卡，照约定的时间提早十分钟报到，换衫，接受照射治疗就会用的。在治疗时阵。为着评估病情的变化，治疗反应和副作用，需要每礼拜看一摆放射线的门诊。若是讲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是副作用，麦当伫门诊中甲医生讲。爱记的，伫拟定放射线治疗计划时阵，你会当问医师以下的问题，互你会当更加了解你的治疗，包括要照射倒一个部位。爱照射几摆，以及每一摆所需要的时间。照射的目的是：照射的剂量是偌济？按算会有甚物款的效果？可能会有甚物副作用？体内间接放射线治疗，简单叫做间接治疗。这是种高能量的放射线物质。就伫个离肿瘤上近的所在，伫个短时间内用上高剂量的放射线，将肿瘤做上有效的消灭，并且避免正常组织的放射性伤害。确实接受近接治疗的鉴证，包括子宫体以及子宫颈癌、暗龟腺癌、加裂喉腺癌。体内间接放射线治疗分作组织插进间接治疗、手术中间接放射线治疗，以及后合适间接治疗。组织插进间接治疗是将内底有含放射线物质的诱供还是诱针，直接插进伫肿瘤的区域内做治疗。手术中间接放射线治疗。是伫手术结束之前，以放射线治疗仪器直接对准还佫伫个体内的肿瘤，也是癌细胞有可能摊开的所在。一概用较大剂量放射线来治疗，会当直接提升肿瘤部位的放射线剂量，而且避免对正常组织的伤害。后合适间接治疗是将对抗器。放伫接近肿瘤的所在，用电工定位系统以及治疗计划系统正确计算了后，高剂量率的放射性射源，参像 IR192， 经由导管引入体内进行治疗。全程由电脑控制，并且伫数分钟内就会当完成。疗程了后，再佫将射源佮导管提出来。因为间接治疗是伫一摆疗程中，一直予伊放射线照射，有可能对几分钟到几落点钟无一定，所以治疗的期间，病人会伫特定的防护空间内底。伫治疗的机器对体内提出来了后，代表所有放射性物质已经离开身体，所以身上嘛袂阁有任何的放射线。照顾的亲人就无需要因为考虑辐射的问题来保持距离。另外，间接治疗的过程中，有可能产生的不爽快
主要是来自放在身体的机器所造成痛的感觉。一般医师会给病人一些药物，参像镇静剂、止痛剂，或是筋膜放松剂来减轻不爽快。放射线治疗也运用在很多种的立体定位手术中，也就是使用直线加速器，加上利用高速电脑的运算能力，调出肿瘤的位置，以及计算出最好的治疗角度，让伊一摆到五摆大剂量低疗程治疗。你可能会听到以下几落种名称，虽然因的名称拢有刀，也毋过并毋是真正的手术刀，是一种放射线治疗。导航式光子刀是使用直线加速器，原理是伫肿瘤的病灶放入至少三个晶片，调节出肿瘤的三度空间位置，再阁用电光来照射，互晶片有感应性，方便伫肿瘤的治疗过程中，互电脑会当正确的定位。也毋过伊的缺点是射速方向有限制，而且单次治疗时间较长，需要分几落摆照射进行数礼拜。伽马刀是直接利用过六十放射出辐射线，同时以电脑辅助定位，直接将螺丝锁伫头骨来固定，再阁将201个过六十射源正确集中伫个同款的点来释放，将病源破坏。也毋过因为伽马刀的设计是头盔式的射源，所以仅来当用伫个头部治疗，而且因为射速的大小，伊适合的病灶大约伫3公分左右，因为无法度将头盔中后固定伫同一个位置，所以一般仅来当用伫单次的治疗。电脑刀是将一个缩小版的直线加速器装伫一个有6个关节的机器手顶端，透过数位影像导航定位系统来监测病人喘气的微动还是异常。机器手再阁做同步的动态调整，伊采用三度空间多角度1560的方向进行，撇开重要器官加神经组织，直接开始肿瘤组织，会当减少真侪正常细胞组织去受到伤害。真侪人拢会因为烦恼副作用无想要治疗。实际上，副作用的发生除了照射的部位以外，嘛甲照射的剂量以及病人当时的健康状况有关系。对着科技的发达，互定位做了更加好，副作用也变甲较轻啊。大部分的副作用伫个治疗结束了后，几礼拜内就会消失啦。你会当了解你的治疗计划了后，将你的放射线治疗过程做一下记录，包括治疗的部位、剂量、日期、副作用出现的时间和程度，方便你跟你厝内底人会当更加清楚治疗的情形。以下介绍体外放射线治疗常常看到的副作用，也有可能的处理方法。首先，上接看到的是疲劳，因为放射线治疗过程中，身体需要较侪能量来修复受到治疗影响的正常组织，所以才会感觉人疲劳。在你疲劳的时阵，你会当第一，加补充睡眠，以及利用日时有闲的时阵加休困，尽量会当休困就休困，也阁有睡眠就爱充足。感觉疲劳的时阵，就爱减少日常的活动，也阁适量规律的运动是有必要的。第二，若是也阁伫上班，会当将治疗的时间安排较晚下班的时间，安尼方便伫治疗完了后回去厝休困，会当兼顾治疗甲工作。第三，日常生活中的用品采买、囡仔接送、厝内摒扫，也是每天来往便衣，
有时阵会当请亲戚朋友甲你斗三工，互你较袂去用着体力，帮助你顺利完成治疗。另外，大部分的人拢有程度无一定的皮肤反应。拄开始放射线治疗，大约两礼拜到四礼拜了后，照射部位的皮肤会出现亲像曝日过度，慢慢啊变红，也阁有会变加较敏感。就亲像去日头曝伤久同款，皮肤也变到比较较干燥。有时阵也阁会出现较严重的皮肤反应，亲像流皮、会痛，还是碰趴、流汤。特别是伫个皮肤寥寥的所在，不过一般治疗结束了后，几礼拜内就会慢慢啊消失。若是照射部位是脑部，会出现额头毛的问题。皮肤的副作用较严重程度会当分作四级。第一级是亲像小可曝着伤同款，皮肤会变红。第二级是皮肤变红的所在出现泛乌的现象，皮肤的色素沉底，而且有可能会有皮肤痒的情形。一般这种情形在治疗了后六个月到一年就会消失。第三级是出现皮肤干性溜皮，还是皮肤干性溜皮的情形，主要是因为皮脂腺被破坏，造成皮肤干、溜皮、会痒这些状况。不过若是基底细胞无法度重新制造新的细胞来覆盖，就会出现细胞水肿、会痛这些干性溜皮的症头。若是皮肤出现感染发炎，或是死皮的情形，就已经是算第四级了。但是一般在专业医师照顾之下，未出现这些症头。若是有皮肤副作用的时，你会当第一用温水来清洗治疗的部位，而且清洗了后马上保持复打。第二，避免治疗部位的摩擦和刺激，穿宽宽去干的棉质衫裤。女病人在治疗期间莫穿内衫，上好敢那穿棉质的卫生衣就好，以避免无必要的摩擦引起皮肤伤害。治疗的部位要避免挂耳钩、发链，而且袂当捂烧、捂冰。第三，避免伫治疗部分的皮肤使用杀蚊、鬼仔粉、化妆品，或者是其他的化学药品，因为这皮肤用品含伫皮肤顶端，会影响到皮肤的治疗剂量分布，加延迟皮肤复原的时间。第四，烤脆手请使用电动的烤脆手刀，避免使用铁刀、烤脆手膏还是气门剂，避免造成皮肤的伤害。第五，在放射线治疗结束的一年内，治疗部位的皮肤也是要减少曝日头，出门之前要拿花仔伞、地帽啊，或者是穿长䘼的衫，以免色素沉底。另外，做头部和颈部放射线治疗的病人，大约在治疗三礼拜到四礼拜了后，会出现嘴腔还有咽喉黏膜的发炎破皮，组织纤维化，造成会痛以及活动限制，所以会胃口不好，吞物件较困难，嘴齿和嘴腔的问题，还有感觉嘴干这些症头。这镜头一般在治疗结束了后一个月内就会消失。若是胃口不好，还是吞物件困难的时，你会当第一，少量多餐，吃高热量、高蛋白饮食；第二，若是有补物件还是吞物件困难，就要采用流质的饮食，方便进食；第三，三顿中会当补充牛奶、奶昔，或者是其他高蛋白营养补充品。第四，在食物中添加高热量的奶油，或者是乳酪，会当有调味和提悬热量的好处。
第五，进食之前会当先使用医师开的止痛药啊，或者是嘴腔的喷剂来缓解痛的感觉。做头部或是颈部放射线治疗的病人，因为会引起嘴内减少，增加透气的机会。一般在治疗开始之前，必须就要先做完整的嘴腔和嘴气的检查，将原本有的发炎或是透气的情形先给处理好，以防止在治疗期间的恶化。若是你有嘴气或是嘴腔的问题，你就要注意。第一，治疗期间不能轻彩慢嘴气。第二，在治疗期间会让气化正正，造成到假嘴气的位置会稍微变形。所以在这段期间最好停止到假嘴气。第三，要加强嘴腔的清洁，以防旧气以及嘴气化的感染。吃饭了后和睡之前，以两毛的气瓶啊，特地清洁嘴气和嘴气化，使用含有活性粉的气膏来入嘴气，用牙线或是牙尖刷轻轻来清洁嘴气旁。第四，入嘴气了后，用盐水或是苏打水搁落一摆嘴。第五，高剂量的放射治疗可能会造成局部变硬，或者是嘴真歹拍开，应该加强局部皮肤静脉运动，常常做外头的运动，把嘴拍开的运动，会当用压子板或者是手指头啊来斗三工练习，将嘴闭甲上开。做头部或是颈部放射线治疗，常常会将嘴内线包括伫个照射范围当中，引起嘴内线的功能降低以及嘴内减少。感觉嘴干干的问题，唔呐会伫个疗程中出现，也阁一直继续到治疗结束了后真长的一段时间。若是你有出现感觉嘴干的问题，你会当安尼做：第一，常常啉水；第二，啉汽水、冰的饮料，还是煲树灵糖；第三，避免食薰、啉酒，较袂刺激到嘴内黏膜，互黏膜变了更加大。第四，选择好食的物件，会当试看卖流质，或者是半流质的食物配方。第五，必要的时使用人工嘴暖。若是接受胃还是腹肚放射线治疗，会因为刺激胃的黏膜组织以及胃顶管敏感的接受器，引起扁白还是吐。在你有扁白或是吐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做。第一，在治疗前后两点钟内先别吃东西，因为一般在空白的情形下，这种的副作用会比较轻。第二，少量多餐，慢慢的煲，豆豆吞来帮助消化。第三，避免煎的加高脂肪含量的食物。第四，两顿之间会当饮冰的饮料帮助消化，尽量食较温和的流质饮食，参像肉汤或者是果汁。若是讲瘦胖加果冻，才会较好消化的固体食物。第五，若是有较严重的扁白加吐，就要马上通知医护人员。若是照射腹肚，就可能会对小肠、大肠造成影响。有的人会因为黏膜受损出现漏塞的情形。若是你有出现漏塞的情形，你会当安尼做：第一，将饮食调整为较正的流质饮食，参像青梅、苹果汁、水蜜桃汁、茶，也阁有较正的肉汤。第二，避免高纤维含量，或者是较引起胃肠旧菌胀气的食物，譬如纤维较侪蔬菜、水果、咖啡、豆类、高丽菜、含谷类的食品、甜的或者是咸的食物之类。第三，若是你平常时啉牛奶就会漏屎，
就要撇免牛奶，或者是其他的牛奶制品。第四，因为落屎时阵会流失较侪钾离子，所以会当补充钾离子较侪食物，亲像蛤蟆、金蕉。第五，落屎真严重的时阵，就要马上通知医护人员。若是有以下的情形，需要先回诊再决定是不是停止照射。第一，血检查有严重的异常现象，白血球、红血球、血小板这些过低。第二，健康的情形过度不良、营养失调、发烧这些。第三，照射部位的皮肤碰拍，还是男性的皮肤炎这些。第四，吞物件非常的困难，嘴腔黏膜发炎，大小便无正常，漏塞真严重。第五，照射部位局部发炎还是布囊。第六，意识无清楚，照射中会震动还是无法度固定的人。那呢，放射线治疗了后，就要注意什么呢？其实放射线治疗了后，除非有真严重的副作用，或者是因为疾病有特殊的限制，一般拢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大部分治疗期间的副作用会慢慢啊消失。注意饮食的平均，爱加休困，严格嘛爱有适量的运动。户外活动的时阵，就要注意莫曝伤侪日头。另外，嘛会记得照安排定期登去放射肿瘤科门诊追踪。希望透过这个影片，让你更加了解放射线治疗，也更加会当面对伊有可能引起的副作用。唔通忘记的，放射线治疗是一时，健康是一世人的。也过因为每一个病人的情形拢无同，若是你伫个放射线治疗前后有任何的问题，也是爱问你的主治医师哦。